二三四四个螺丝拧掉，好，然后排进，好。那你背光你都没查，他没都没有背光的，他没有背光的。好嘞，一二三四五六个螺丝，好，铁片拿走。三四五六，哎，对，然后这个瓶就整体孔膜加液晶都拿出来了，然后再放过去吧，不要给它拆，不要拆，就到时候给它发一个也是这么发，不要给它触摸屏、液晶屏分家那种，它贴不好。嗯，好，这六个螺丝固定好，好，收干。好，发是有背光了，等下，有没有背光的？这个头，这个头是。